187科技日报拥有创新性的技术才能立足市场。2015年7月14日1时34分国外技术前沿08 HTTP 冒号双斜线 digitalpaper.st.com 斜线 HTTP 下划线 www.kjrb.com斜线 KJRB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309864.htm 等于负一。且野心勃勃，比如在名单中用拔头筹的特斯拉汽车公司就是其中的典范。该公司为电动汽车树立了新的标杆，而且其新系列电池服务于一个宏大的目标，为工业、公用事业和住宅再造能源网络。小米名列第二的原因是其不断增长的平价安卓 Android 智能手机和平板。